第二题，柯南将这颗足球由同一位置分别朝甲、乙、丙三个不同的方向踢出，方向如图二箭号所示。假设足球被踢出后，且未落地前的飞行期间，忽略足球所受的空气阻力，它们的加速大小分别为 A 甲、A 乙、A 丙，则下列关系何者最适当？好的，我们这个足球踢出去之后，还有受到一个重力加速度，因为他说不考虑任何的空气阻力，所以没有其他力量作用，它只受到地球引力，它只有所谓的重力加速度，因此它们三个的加速度应该通通都一样，因为都等于重力加速度基值，没有别的任何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二题的答案要选的是 A 甲等于 A 乙等于 A 丙，因为它们都等于所谓的重力加速度。